为了协助甲关怀弱势族群，农业部农粮署辅导台南市农会甲各级农会响应爱心公益活动，上个现场是提供了客庄学校大卫二杯甲三张一 Q 农会农特产品展售。现场展示应景的成果，二杯所得专属捐赠予客庄学校，透过一点仔的正面能量带来温暖，关怀社会。农业部农粮署辅导台南市农会以及各级农会响应爱心公益活动，上午协助以及关怀弱势族群，在假日农市举办113年推动三张一 Q 农产品认证标章成果暨公益团体活动。活动现场展示了应景的成果，二卖所得专属捐赠客庄学校，借由小小的力量带来温暖。关怀社会，非常谢谢我们台南市农会，召集各位农友，给我们提供非常多的新鲜的食物，跟我们台南的特产，来帮助台南启聪学校，也就是国立台南大学附属启聪学校的学生，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非常的愉快，也感受到我们府城的温暖。这组主办单位邀请到启聪学校学童到现场参与。公益活动，感谢消费者对着农市展售产品有高度的认同以及鼓励，配合着公益活动回馈社会，新州造福消费者、农民、弱势团体三赢的愿景。感受到台南府城所有的农友，他们付出的辛劳以及给我们的支持和温暖。那我们的学生在感受到这一份支持跟肯定的同时，也必然会更加愉快的学习，那在未来获得能力，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一个社会的中间，然后也能够来回馈社会。台南青农联谊会表示，在活动中举办有奖竞答，讲解到三种一 Q 农产品的特性，并教导消费者如何选购安心优质的农产品，让消费者会当买了放心，吃了安心。记者陈阿新，南区采访报道。